那我再给你们说几句话，好好过日子，不能停止。我新郎说的话非常的质朴，也非常的实在，相信我们大家有很多的祝福要送给他们，那么就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他们。我数一二三，请各位举起桌上的酒杯，用酒杯轻轻拨离桌面，一起说新婚快乐，好不好？来，一二三，新婚快乐。时间在昨天承载着回忆，时间在明天展望着未来，而在今天对于一对新人来说叫做幸福和快乐。下面让我们有请河海大学商学院李院长上台为大家致辞。So how is everything? Oh, really? No, no, it's okay, not too bad. 然后呢，也相互呢，对于相互的父母要孝顺，然后这个要找报上这个实现那个父母双方的父母这个拥抱第三代的这个心愿，也两位新人呢相亲相爱到永远，谢谢大家。谢谢李院长的致辞。在这幸福时刻，我们把浓浓的祝福送给了一对新人，而在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他们共同的导师黄德春教授都见证了这一切。谢谢。下面让我们有请河海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黄德春教授上台致辞。各位这个嘉宾，今天呢，就说我是怀着一个双倍的喜悦的心情来参加这个长春科学院他们二位的这样一个婚礼。我记得我们学院里面在对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时候，这个老师都是这样讲的，说叫爱党爱国爱师妹，还我还道还师兄。这个话在他们身上要改了，是吧？很多人问我说，这个长春学院什么时候搞一起？说你应该清楚，